数量锥体和生物量锥体都是棒形图，可以用来表示食物链入面各个营养级之间的能量流。我们会用以下的例子示范怎样绘画数量锥体。在一块小型菜田入面，蜗牛会吃椰菜，而鸭就会吃蜗牛。田入面总共有五棵椰菜、20只蜗牛和1只鸭。首先，我们要决定不同生物在食物链入面的角色。在这个例子入面，椰菜是生产者，蜗牛是初级消费者，而鸭就是次级消费者。我们通常会在方格纸上绘画数量锥体和生物量锥体。绘画之前要因应不同生物的数量或者质量，制定棒形图的合适比例，决定一个小格代表的生物数量或者质量。在这个例子入面，方格纸上每两个小格就代表一个生物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图棒了。注意棒的高度要保持一致，排列位置要左右对称，棒和棒之间是没有空隙的。在每条棒的旁边加上标注，标注应该注明棒所代表的生物的名称，以及生物的数量或者生物量。如果你画的是生物量锥体，就记得要写上单位。最后为棒形图加上标题，这样就完成了。